看不出来，你是一个这么啊待人顾情的人呢。想袂到，阁会替我这个你过去捌叫过当军哥的人讲话哦。你哪会来遮？我毋是已经甲你讲过啊？以后个人行个人的路，莫阁互相叫了。你这样紧张是要创啥？我来找着是因为我心肝内哦，一个疑问啊，我想袂通，所以想讲来问看卖，你即位成功改变人生的魔术师啊，是毋是有答案？ 我无遮尔敖啦，而且哦，我嘛无咧替人开始，我拜托你转去好无？以后路头路要看到，就当作无熟识。哎，答应你啦。你遮尔着急是要创啥？我拢问问我的问题呢，敢讲你拢袂好奇啊？袂，幸亏。哎，看起来这个答案，我刚来当关老鹰啊，去找客群问个清楚啊。我甲客群只是人缘分认证啊。 也毋过，我甲我孙仔的缘分无应该断伫你的手头啊！你是咧讲啥？看起来你有影想要闪避这个问题呢吼，我看我就直接去你找江总裁问个清楚好啊，看卖江超强到底是毋是囡仔，还是讲会是阮小弟留落来顾囝？我想江总裁应该有法度回答我这个问题。哎，你莫胡白来哦！ 你哪会想讲超强是客群囡仔哈？陈东俊，阿姨哪会伫咧遮咧？看伊两个表情哦，好像像真正进前就是噻。敢是秀兰，我陈东俊认出来啊，所以进前在朱丽萍到楼盖时阵，一下又着秀兰。 也毋通唔知。看起白表情，这内底一定有啥物秘密啦。只要我挖出真相，我应该会当摕到搁较侪谈判的本钱。我甲客群的代志，你根本都唔知头唔知尾，非得唔是你想要安尼啊？哎，你免全应付我，你心肠袂记啊？当初你甲客群咧交往的时阵，迄条克罗心破呢，是我赞助的。即马算起来啊。 就有可能是你去当阵伫热恋的时阵啊，先甲江超强踅落来，然后才有前天呢。只是迄个时阵啊，恁两个人拢受过贿赂啊，所以我甲阮妈才毋知影，你还佮有另外一个囡仔。你莫甲我白讲啊！你无爱承认无要紧啊，我即马直接来找江超强啦，凊彩呛伊两句啊，然后甲伊相拍。我想啊，想要摕到伊的检体去做亲子鉴定，应该是真简单的代志。死狗，我都会当知影。 江超强到底是不是我的孙啊？哎呦，我敢有听唔到？原来超强不是阿兄的亲生后生，是阿祖嫁予伊的时阵，带来得救后的情人囝。陈东俊，你在这搞定阮太太，是想要创啥？ 江总裁啊，看你安尼气不不的模样，应该是有听到我甲兰兰讲的话啦吼。你莫有要叫啦，叫我当夫人。兰兰啊，拄则才讲你这人待人固执呢，那会即马都甲我为请解散，安尼东俊哥哦就失望的哦。好啦，既然即马大家拢面对面啊，那安尼我嘛无需要等阮世界，我来啊，就是想要问候清楚。 江超强到底是不是我的孙啊？孙叔啊，讨一个人情啦，看卖是不是会当冤家变亲家啊？你有什么疑问，快来讲啊！但你刚刚迄出戏，哪会当欠男主角？ 超强，陈东俊既然亲门大户来厝内底闹啊呢，有着保险起见咯，你是先等下一抓啦。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是来啊，是要甲江总裁维持好的关系，还阁有感情啦。毕竟大家拢是一家人嘛，所以我真正足希望诶，江总裁啊，千万唔通因为阮爸一时失去理智，走去迫害恁永伯母哦。
害咱两个人的关系变到这么紧张，甚至有流露了什么性格，安尼就不好了。哦，哎呀，我本来就无打算要甲陈忠信计较啦，就亲像伊讲的啦，当年遐个代志吼，那是真正，迄嘛是因为阮永伯对不起伊，也不是我，而且吼、哦。伊嘛甲阮永伯忙吼，拢破坏掉啊！若阁无法度偷开，我嘛无法度啊！总袂叫我甲阮永伯骨头拢挖出来吧。所以我希望你转去会当照顾恁老爸陈忠信，这个讲吼，唔通想纠结过去的代志啦，先来帮我开。哦，我这个人哦真开放啦，希望大家好来好去。以后才好相见嘛，是。江总裁，果然是有八长啦，我真少佩服你。听你安尼讲哦，我就放心啊啦。既然大家有缘啊，做亲情，我相信江总裁啊，你嘛希望草城的阿伯是一个讲会出嘴嘛出会出门的人。啊，不过我即摆的状况哦，大家拢知知。我若是要翻身啊，真正需要一寡帮助啦。假使讲江总裁，你愿意提供我人脉，还佫有资源啊，帮助我转去政治界。陈同志，做人老易得，唔通强搞搞呢。哎，少年呢，你敢若看阮中年这块肉真好硬款呢？啊！你唔要拍算讲，把阮感觉当作是你私人的银行，我要提钱都有底底。啊！若讲阮丈人若甲戆戆来答应你，啊，毋着骨在乎你直直领咯。啊，毋着你甲丈人当作都互你一只牛八相顶皮咯。哎，老夫人啊，你莫甲我想作是迄款人啊！我这个人要求我无济，干那求有就好啊。我这个人真简单，就会当满足的。今麦我干那求一个会用东山再起的机会。若是江总裁，你愿意出手跟我斗三工，替我疏通政党的关系，至少，让我做一个不分区的立委吧，好了。只要我的手头有权力啊，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要靠我家己的力量啊。把我过去叫人打牌的名声拢挽救回来。当然啦，以后若是有甚物好事，绝对袂减予江总裁一份的。这是一个真好的投资，我相信江总裁，你心肝内知知啦。男主角总算是回来。曹强。想入水口，相公你来来阮家乱的哈？你误会啊，我唔是来乱的，阿伯哦是来。臭强，有话好好讲，卖你去甲动手啦。陈同志，你若无想要甲做对头，就管好你己嘴吼。哦，大总裁拢讲话啊，我绝对哦会乖乖听你的话。啊，你是安怎？今日陈三顺伫阿公的无咧乱的时阵，就小笨坐伫遐餐厅喝茶，根本就是昏嘛，才伫遐报鸟车弯呐。老蒋啊，你莫遮尔啊受气啦。啊，你嘛知影我的处境啊，我不得已哦，只有配合阮爸啦。啊，我拄交保出来尔，我连大个所在拢无呢，敢讲你是爱我困伫桥下骹哦？你嘛小甲我体谅一下啊。你要困倒位拢会用呢？来阮家创啥？当然是亲身来这拜访，替阮爸回一下失礼啊！毕竟哦，以后大家拢是一家人嘛。啥物是一家人啊？哎呦，恁两个人这么激动是要创啥啦？咱本来就有机会会当做一家人的啊！就算讲哦，我是这两天才回来，啊，不过啊，我嘛是要替阮爸讲，阮小弟甲恁家超越的代志啦。假使讲因两个人若是真正修成正果，咱就变成亲家呢。宋三，欠怕。哎呦，放较轻松的啦，以后大家拢是一家人。
哦，江总裁，你果然是做大事业的人了吼，拄到风险啊，就知影要哪止血，互相好啊，得到上大的利益了吼。是不是上大利益的？我是不知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照我的要素啦，支持你哦，重新回去进大啊。水亏啦，这点啊，你做你放心啦。你今日若投资啊，绝对袂蚀本。啊，你嘛知影啦。我若想要重新倒转去种田哦，需要一笔资金啦。啊，我即马哦，双手空空，一口溜溜，连请人食饭的钱拢无呢，啊，想要买我的单啦。所以江总裁若是愿意提供一笔基金，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讲，毋是干那嘴讲讲的尔，这是双赢啦。这笔基金哦，就伫恁爸爸陈忠信的黑旗集团啦，现200亿，是我落入去的，去帮助你重新入去进团，遐钱有够野啦。哎，江总裁啊，你是咧甲我讲算笑呀？迄200亿是摕来补黑旗集团的破空呢，啊，一整五年拢无剩啊！你是要叫我领什么出来啦？你即马意思是讲，搁爱我提钱出来是？哎呦，江总裁啊，你莫安尼用迄款的眼神看好不？袂输要害人呢。正正迄个哦是保康，这个是投资，以后的利益啊，才是咱今日合作上主要的目的。啊，非得正经，你支持阮爸，即马支持我，大家拢一家人嘛。果然是得进路啊，走条过，家食国家体，拢无得客气。啊，无多啦，啊，若更较好的穿哦，无兴趣啊，同款哦，是一支歹铁啊啦。啊，不过若是藏着枪支啊，卡宾枪变作是散弹枪，会去弹着响，那就真歹看啊。我相信江总裁，你嘛无想要看到这款的代志发生哦。超强是我转心术的救体，若是会知影家己的身世，伊就会想通我的算盘，绝对会甲我造反的。若毋是因为这个秘密一直暗藏，我何必忍受这个小人凊彩给我的要求？多谢江总裁，这2000万啊，我一定好好利用。